大家好呀，本大姨又来吃瓜了，今天的瓜是谁呢？没错，就是小仙女杨紫。你心动了吗？初次见到杨紫就惊为天人，就感慨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女人，再次看见更甚，这美女简直美若天仙，第一眼是爱上，第二眼更是迷上。小猴子的长相可以说是大美女本人，一看是老婆的人选，二看也是很耐看的美女，简直了，没有 baby 的妖娆，也没有杨幂的骚气精怪，就是我们看见的那种普通美女，一见惊奇绝了。杨紫是不是看过蒙娜丽莎，模仿的绝了，她的一颦一笑都在我的心里。前阵子和张艺兴吵架，我为杨紫这样的小猴子心疼。